且这戏应该是导演最认真的一个戏，因为导演太聪明了，但他觉得这个戏就是本身嘛，好像觉得要好好的对大概是，所以他就说。辉哥，你怎么说？
我又在想画面，因为南北对呀、啊，南北受北甜甜，中心点，你看他们每个人可以一人代言一个农产品，用那个农产品。你这样的画面是朗读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在现在我们已经蛮头大，但是如果希望可以的话，我希望可以做一些这种回馈社会的事情。对，净滩穿的比基尼，男生穿啊，这样好了，女生你不是穿比基尼吗？六女生穿正常，男生穿女生之前穿过比基尼，然后一起去净滩。哦，老公穿，对，就是少伟穿你的，然后辉哥穿我的，然后一轮穿燕佩。喜欢吗？那我穿你觉得好看吗？那你妈妈穿呢？